守候，我愿这日和月静止了时间，能与你厮守，若有所求，任凭你带走。能与你厮守，若有所求，任凭你。世界的佼佼者，快给我们亮几手吧。人族与族争端不断，战火纷飞，民不聊生，我们星辰阁以守护和平为己任。这些柴火够了，你们稍等一会儿。来来来，你们快趁热尝尝。哇，好像有一只灵兽啊！它们简直，太可爱了。要不你帮我抓吧，喏，这是我特别做的网。庶子无礼，竟打起我灵兽的主意。哇，这不是小仓吗？天涯子妄图启动天空城，毁灭兰州，请诸位阻止他的诡计，守护和平。一路小心呢，你和小仓都要平安归来。天涯子摒弃信仰，加入四处挑起战火的黑衣教团，我们这就去会会他。
各位远道而来，不如先喝口茶再详谈。快逃，快逃出这儿。在下无名小卒，不便多言，请前往天牢会见家主吧。罢了罢了，这是天牢的钥匙，全当我不慎一试的吧。天意贵为羽皇心系羽族，一时冲动已经冲进天空城了。你骑着云鹿去找天意吧，一定要把他找到。天空城，天空城好像要启动了，我们得赶紧阻止它。小心，你背后有一石偷袭。
这天空城制作精巧，我得研究研究。我感受到了核心精神力的流动，只能带他离开天空城。我在无底天坑救起了你，你究竟是谁？